你还有什么要说的？你这个周末还得给我加班啊！你也早点回去休息。 夏海等人的跨国集资诈骗案，所有的犯罪嫌疑人都已经到案了，包括岩头那个境外人，他是最大的主犯，现在就剩最后一步了，跨国追赃。我们会向最高检汇报，请外交部出面协调。明白。 我们已经通过境外使馆得知了你的个人信息，而且掌握了全部的证据，你没有必要再隐瞒了。I'm protected by the laws of my country. I need to see my lawyer. 我受我国家法律保护，我要见我的律师。你知道，在我国，外籍律师是没有刑事诉讼代理资格的。You should know that. 你不能以律师的身份出庭诉讼。如果你要见你的律师，你只能委托我国的律师代理。You can only trust a Chinese lawyer to act as your agent. How long have you been in China? About 3 years. How do you like Chinese people? They're clever, but they don't know how to manage their wealth. You appoint Shanghai to be a head of China territory. What's the percentage that you promised to give him? 42%. You all know that. But he got much more than that. No way. So can I say you are not fully disclosed regarding the capital flow? What does that mean? The money went to Shanghai's account is twice as much as what you got. You've been set up. That's impossible. All the transactions between me and him are fully transparent. He? Let's talk about him. Today, you performed very well. Zha Cai can admit that you did so quickly. 被告人扎猜，在没有金融业务许可的情况下，采取公开广告以及鼓励他人口口相传的虚构存在或帮助者，实际上并不存在的真相。干妈可真厉害，真威风，像个女侠。跟我平时见到的她完全不一样。是吗？我真的开始崇拜她了。你干妈是挺棒的。 你干妈是挺棒的，你也觉得她很棒吧？我觉得肯定有很多人都这么想，肯定有很多人都喜欢我干妈。你怎么知道？我猜的。数额特别巨大，建议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被告人扎猜、夏海、王伟等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非法集资方式，骗取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 检察机关指控扎猜等人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92条、第25条、第54条，判决如下：被告人扎猜犯集资诈骗罪，判处无期徒刑。
林天宇，我没约会吧？你说什么？后天在会展中心有一个拍卖，我希望你能过来做我的女伴。我不去，我没空。难道江小姐有约会了吗？我有没有约跟你有什么关系啊？现在没有，不代表将来没有。我没有任律师这么喜欢做假设推论。 你要是没什么事的话，我就先休息了。难道你不想帮林奶奶了吗？我当然想帮她。只要你跟我去，我就让她尽快见到她的儿子。这本来就是你应该做的。你接了她的咨询案，就是你的职责。我这个人做事有一个毛病，就是心情不好的时候，发挥很不稳定。任律师这么优秀，一定可以办得到。 那就要看江小姐帮不帮我了。算了算了，跟你去。也没定。哦，对了，我挺忙的，可能没时间来接你。后天我们直接会展中心见吧。哎，这可都是为了帮林奶。 麻烦这边签到。梅姐，梅姐，哎，这儿，你怎么在这儿？我们家办的慈善晚会，我怎么就不能在这儿了？啊，我让你来你不来，你现在自己跑过来。你什么时候邀请我来了？你忘了？我前两天跟你说的，你当时还说坚决不来。 别提了，我是被胁迫过来的，谁胁迫你了？还能有谁？你湖南律师，咋啦了？先生，请带着奔签到。是哪儿？那个，就是让你受伤的女人吧？九泰集团的大小姐，我没猜错吧？你要是不说话，我就当你默认了。你吃醋了。 天宇，我来给你介绍几个朋友。钱总，李总。哎，你好。这个是我们新公司的合伙人任天宇，任律师。是啊，哎，你好，你好。哦，任先生，真是极有大名。看什么呢？眼珠都掉地上了。我是看这烟雾厅装修的挺豪华的。喜欢就喜欢。 别装无辜啊！谁喜欢了，他就是没有女伴，我来帮他忙的。这叫没有女伴。这个是任律师，我的新合伙人。还不都是因为你，租个房才租人家对面，我那是给你制造机会，你还不领情。我什么时候有这种好事儿？是能和游戏里的小哥哥偶遇。游戏里的小哥哥？对啊。 每天晚上八点，中午12点准时上线的游戏小哥哥，靠谱，那靠谱。别动，你穿太少了，手都是凉的。 关我什么事儿啊？我怎么觉得就关你事儿呢？玩你的游戏去，还没到八点。
吴总一会儿来，我介绍你们认识吧。那太好了。为了我们的合作，干杯。 人这么多，不会不适应吧？林总人脉真广。舅舅，舅舅。啊，微微。你总是这样，就是不让我去接你。<笑>我习惯了，坐不了别人的车。<笑>哎，我给你介绍一下，任律师，我们律所的最新合伙人，我跟您提过的，吴总。 久仰吴总，我是任天宇。<笑>你就是任律师啊？敢跟微微对赌，你一定是个人物。哼，都说有麻烦找律师。任律师，那就交个朋友吧。<笑>既然吴总都开口了，那咱们以后就是朋友了。<笑>好，舅舅。 你说你要是想找任律师，是不是得先找我呀？要不然我把他介绍给你，我可亏大了。<笑>我们微微是最精明的啊！<笑>来来来，尊敬的各位来宾，大家晚上好，欢迎各位亲临今天的情系西部捐资助学慈善拍卖会。 本次拍卖会是由中意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新中式商品交易所有限公司以及中意慈善基金会联合举办。在这里，我们要特别的感谢为本次拍卖提供艺术品的所有大师以及各位收藏家们，感谢你们。首先，有请第一件收藏品——科士米尔蓝宝石项链。 这是在1863年，当时的维多利亚女王送给儿子阿尔伯特·爱德华，也就是后来的爱德华七世的结婚礼物。当时这一块蓝宝石镶嵌在他的皇冠上，象征着忠诚、坚贞、慈爱和诚实。当时还是威尔士王子的他，把皇冠上珍贵的科士米尔蓝宝石摘下，做成项链送给未婚妻丹麦的亚历山德拉公主，以表忠心和爱意。优质的科士米尔蓝宝石。 接下来有请出我们第二件收藏品。大家请看，这一件造型新颖的金牌品为海洋之吻水晶金鱼摆件。这一件精致的金鱼摆件由上下两部分组成，上面是蓝色水晶雕刻的小金鱼造型，通体纯洁透明，活灵活现。下面是由珍贵的紫水晶原矿，利用天然纹理做成的波涛汹涌的海面，托起这一条晶莹剔透的小金鱼。 而这一件金鱼摆件也颇有来历。金鱼，走来了，我先走了，你们俩，哎，金鱼，笑。你们在哪儿？小妹妹，你要是不哭了，我送给你一个礼物，好不好？ 谢哥哥，有没有更高的价格？还有更高的价格吗？姚董，您真是做了件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大好事啊！哪里呀？你看啊，这个世界上的穷人是救不完的，这个世界上的病人呢，也是治疗不完的。 但是我们可以用自身的行为，去影响周边的人，唤醒他们的善意和善心。这也是我举办这场慈善义卖的初衷吧。嗯，其实我一直相信，慈善的心态，商业的手法，是做慈善、做公益最好的办法。政府考虑的是如何把事情做得更为公平，科学家做事是要把事情。 做得更加准确，而企业家希望做的是如何把事情做得更加有效。您做到了，来。
你好，我想请你帮个忙。请讲。把监狱给我吧。为什么呀？因为我喜欢。那你陪我跳支舞。为什么？因为我喜欢啊。你。不想要了。介绍啊，这位是中裕集团董事局的主席姚董。姚董你好，久仰大名。他叫林薇薇，是我旗下律师事务所的负责人，也是我的外甥女。你好。哦，对了，那位是任天宇律师，小任。那个。任律师是我们律所的合伙人，有魄力，年轻有为。谢谢姚总夸奖，刚刚您在台上的讲话，真是让我受益匪浅。可以把小金鱼让给我了吧？不可以啊！你，你是未来的检察官，我是律师，我把东西给你，这叫什么呀？这不行贿受贿吗？我买还不行吗？你是国家公务人员，花这么多钱买这么个水晶摆件，合适吗？而且这东西到我手里了，我得重新定价，你买不起。你怎么知道我买不起？我就知道。等一下，干嘛？送给你。送给我？你不是说送检察官有贿赂之嫌吗？作为你的房东，我是不是有权利把我的个人物品放在我自己的出租屋里？不要算了。哎，不要。这还不算够，心跳声是我的伴奏，哪怕我已经被看透，哪怕我双手在颤抖，暗流涌动，这真相被隐藏在漆黑如深夜的谷底。你是否愿意同行穿越过这层丛林，在
的陌生，会有盏前行的灯，不管这天色多昏黄，会有个崭新的世界，黑暗不肆虐啊，就跟着我奔向着真相，不会松开手，不会松开手，不会松开手。看不清的谜，看不清该相信谁的心，那些孤独的夜晚，那些疯狂的时刻，看得清却摸不到的你，在追寻的出口，在崭新的世界等我。没有放松自己找答案，又怎能被耽误我判断？情节的反转美丽都看，但思绪和逻辑不会混乱。记住我把记录的弹道。张若静，你疯了吧你？居然还在想那个？看不清的谜，看不清该相信谁的心，那些孤独的夜晚，怎么连句解释都没有啊？我手机不会是坏了吧？哎，你说他到底是怎么想的？还有你，是不是你里面装了摄像头，他派你来监视我的吧？对了，问真儿啊，这种事他肯定知道。喂，喂，这儿，我想问你个问题。有什么问题能难到我们江大检察官呀？就是吧，一个男生突然吻了一个女生，但是呢，这个男的一句解释都没有，怎么回事啊？什么？你有情况？谁吻你了？是不是那个？不是不是，我是在电视剧里面看到的，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姓江的。大半夜你给我打电话聊电视剧，你觉得我信吗？啊，行了行了行了，不知道算了，我自己分析。嗨，好巧啊。那个，我有话要对你说。说什么？搬过来也快一个月了吧？哎，是啊，时间过得挺快的。是，所以什么？所以你物业费什么时候交啊？都住了一个月了。你就想跟我说这个啊？啊，物业费不都是应该让房东交的吗？你到底看没看合同呀？我太忙了。麻烦你回去仔细看一下合同，里面白纸黑字写着所有的费用要由租户承担。亏你还是学法律的呢。哦，对了，你这一说我想起来了，你网是不是也蹭到我们家的呀？网费也是要平摊的，懂吗？平摊就平摊。500，给你250，总共是1000。你尽快支付。
这事儿谁能看见啊？沈天宇这个奸商，卑鄙无耻小人！江文倩，你也太丢人了，还以为他会说点什么。小江，从明天开始，你到新部门轮岗。新部门？对，去第9检察部，负责未成年犯罪案件。记住。 不管到了哪个部门，都要认真工作，领导也在观察，看你最适合哪个部门。好，您放心吧，我会努力的。那就好，快去吧。张检察官，谢谢您这段时间对我的照顾，我会想您的。 你好，孟处，我叫江文静。哦，文静，你好，你好，我是孟工。你好，你好。请坐，请坐。啊，不用不用，我站着就行了。您坐。哦，好。哎，文静，今天给你简单的介绍一下咱们第9检察部啊。嗯。啊，咱们这个部门呢，主要是负责未成年人的犯罪和被害案的，但我们的工作呢，不仅仅是办案，还要进行预防犯罪。 和心理疏导，以便通过咱们的努力，使这些未成年人将来能够正常的融入社会。嗯，哎，对，尹初，还让我转达给你一个艰巨的任务。什么艰巨的任务啊？负责咱们院里公众号其中的一个栏目。可是我不会做公众号啊。再说了，我是业务部的，为什么还要负责公众号啊？尹初跟我说这个事儿的时候啊，我也很困惑。后来他说了几句话。 我这一听啊，还是真有道理。尹初说了什么呀？嗯，哎，他说呀，有很多需要帮助的人，其实并不了解咱们检察官的工作性质，有的可能还会产生一些误解，这样不仅阻碍了交流，那也不利于咱们工作的展开啊。所以说，公众号它就是一个咱们跟公众之间进行沟通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桥梁。而且。 党中央最近提出“谁执法谁普法”这么一个普法责任制，所以普法宣传也应该作为咱们这些业务部门义不容辞的一个职责。也对啊，你奶奶就是个例子。好吧，我试试。一定行。 在当事人和同伴人员当中树立良好的口碑，从而树立自己的品牌，让我们的品牌大众化、通俗化，为我们的每一位客户提供最好的服务。不好意思啊，我打断一下，孙律师是吧？你之前的案例呢，我都看过，确实给每一个客户都提供了最好的方案。 但是我有一点小小的个人意见啊，我觉得将来的趋势呢，一定是品牌精英化、信息精准化。我们所有的客户都会找最专业的人士来帮他们解决问题，而我所谓的专业，是指为他们提供最优的方案，而不是最好的。最优与最好，不都一个意思吗？这两者之间没什么区别。 举个例子啊，我们在生产一个商品的时候，如果我们不计成本，用最奢华的原材料制作它的话，那市场会接受它吗？消费者会用真金白银来买单吗？它是最好的，但在我看来，它不是最优的。我所谓的最优，是指在计成本的情况下，为消费者提供最合适他们的商品。 这就是我所说的最优和最好的区别。在法律可解释的范围内，尽量减少客户的损失，本来就是律师的本分。你的最优与最好，岂不是伪命题啊？最近有好多客户来找我，我会劝他们换个律师，因为我真的很贵。对他们来说毫无疑问我是最好的。 但我不是最优的，因为我不是最合适他们的。
我听说你接待过一位老者，他的诉求是为了取得看儿子的探监权。我想儿子坐牢的老太太应该付不起我们律师所的咨询费吧。律所也是需要口碑的，做做公益，树立形象，我觉得没有问题。林总说的有道理啊，啊！既然大家都这么认可任律师说的话，那么孙律师，周四重新做一份报告给我吧。好。如果没有什么事儿，散会。走吧。晚上去喝几杯吧，行啊，快去，就我上次那家啊。好，任律，这是晚上你开会要用的资料。你看一下这些地方，有没有什么修改的？嗯。天宇，跟我来趟办公室，我有话跟你说。交给我吧，走吧。怎么了？没什么，给你推荐两个人，政法大学毕业的本硕生，在知名律所工作三年以上，其中有一个相貌条件比较好，另外一个笔试条件比较好，你选一个吧。你的助理非常的不专业，我建议你换掉。我觉得他挺专业的呀，我没打算换的。他刚才的穿着就很不专业。我跟祝锦合作的很愉快，他有他的行事风格，我很尊重他。可是你现在是我们律所的合伙人，你的一言一行都代表着我们律所的形象，包括你身边的助理。好，我们暂且不说他的穿着，就他的学历而言，三流大学毕业的本科生，除了跟你工作两年以外，没有任何跟法律相关的工作经验和背景。照他的条件，如果不是因为你，连应聘我们律所前台的资格都没有。林总，是这样啊，他是有很多的不足，但是我真的没有打算要换他。坚持。坚持。好。退回来，严律，我退不回，这 boss 追着我。这后面的装备你赶紧回去捡呐、啊！这刚刚打出来，速度不够快，怎么捡呢、啊？快点！你帮我挡一下，帮我挡一下。挡了，挡了，我现在给你补血啊。嗯，你俩玩什么呢？带我一个呗。哎，捡了没有啊？怎么还在捡？对呀、啊，往下捡。他又来追我，捡了就对了。又来追我，好了，要 boss 了啊！放招，放招啊！最后一放招就赢了啊！哎，哎呀，可以，这都行。好嘞，哎呦，可以啊你，够神的。潘晓离何止是游戏神啊，他可是整个检察院的技术大神，电脑天才，只要是跟电脑有关的，只要是带电的就没有他搞不定的。哎呀，过奖了啊。韩诺，跟我们一块玩吧。我不玩。我往你手机上下载一个游戏就能玩。不用了，来了。哎，你俩上班期间可是明令禁止玩游戏的啊。哎，那个不是午休嘛，就休闲一下啊。往回走。哎哎，帮我挡一下，帮我挡一下，稍等等啊！给我下载一个，我跟你买去。我们也会的，你给我下载一个试试嘛。别动，你先玩严律的。哎呦呦，妈妈，对，我要快，文静，你别往前，你别往前跑啊！这谁呀？怎么一直追着我呀？我在你后面，我。哎，别过来！哎呦，小姐，躲呀你！我在你旁边，哎，你快，我没血了，你快，我给你补血，补血。吵得我脑儿疼，先走了。装备多，你要出招啊！你不能光跑啊！怎么放技能啊？按这边，哎，对。
喂，大半夜的不睡觉，给我打电话，不会又是因为电视剧剧情吧？不愧是我的好闺蜜，我的好朋友，我们真是心有灵犀啊！好了，进入正题吧。就我上次跟你说的，那个男主不是吻了女主吗？可是男主吻了女主之后，就再也没提过这事儿。过去好几天了，你说什么情况啊？你确定是男主角不是男十八？我确定啊。什么电视剧啊？这男主角也太渣了。渣男？不会吧？怎么不可能呀？他不提，就说明这个渣男男主角根本就没有想过跟女主角有后续的发展。你们，那你说这女主应该怎么办啊？你找他问清楚呀，为什么吻了我又不理我了？要不就是这个女主太怂。谁说我怂了？梁文静，那就招来吧。我是替女主鸣不平。哎，我有信息过来了，我先挂了啊。拜拜。重色轻友，挂了。姐姐，我是通过二维码加到您的，谢谢你。你好，谢什么？我看了你发表的文章，姐姐，你说坏人都能下地狱吗？不知道，但是我相信坏人一定会受到惩罚。那你说，这个世界上有天堂吗？为什么这么问？怎么了？是遇到什么事儿了吗？我真想看到他们下地狱。谁？他们是谁？空荡荡，恶魔在人间呐！我咋越看越像遗书啊？我又想不开啊！楼上千万别这么说，现实就是这样，充满丑陋不堪。喂，静儿。喂，静儿。我在我们处的公众号平台上看到一个评论，写着“我憎恨这个世界”。你说，这谁写的呀？想不开呀？哎呀，不会的，要是想不开早就了，哪还有时间在网上评论啊？这不是小孩。可是我怎么总觉得好像有事情要发生啊？你们检察官是不是都那么疑神疑鬼啊？不用想那么多的啊，网上这种人多了去了。可是我别可是了，赶紧睡觉吧。不跟你说了，我先玩游戏了，拜拜。喂，哎，校园霸凌应该没那么严重，孩子嘛，有的时候闹起来容易失了分寸，下手就重了些。咱们都是从那个年龄过来的，相信任律师能够理解。人没事吧？人没事啊，好好活着呢。但是那孩子的父亲去了公安局，说什么人身侮辱，可公安局没给立案，结果就跑到法院说孩子得了抑郁症，坚持要告我们。我们？也就是说除了令公子还有其他的被告人？问题就在这儿，据说现场有七个孩子。只要人没事，这案子就有的打。但是我想问，令公子真的没有参与吗？这个我不知道。我的生意哪儿都有，我真的顾及不到这个。戴总，
怎么这么晚回来呀？干嘛去了？跑吧。身上那么脏，没有酒味儿，这个点了应该没有地方让你换衣服吧？很显然，你没有去跑吧。崭新的世界。